专利，所以它所谓的专利的隐居小丫丫，我来算一算，是它的什么触控式等等这些东西。小虾，留几只啊？不要跑了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只虾子，吃一整整11只。Apple Steve Jobs 他回去，超多的创业人，立刻就要去登记，这是苹果很厉害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很多创意出来，然后这些创意呢，才刚开始进入法律上可以接。